起饱和。由社会处规划的基隆市好日子爱心大平台正式启用，市长谢国良跟社会处长杨玉兴邀请率先响应平台上爱心专案的工业会理事长林清，与多家代用餐爱心店家共同参与启用仪式。现场还有匿名人士透过爱心大平台率先捐赠300份养生鸡汤礼盒来帮助弱势。我们非常感谢哈，今天有工业会林清理事长来抛砖引玉哦，特别针对我们非老非障的这些族群，因为他们没有法定的身份，但他们非常需要及时迫切的安置，所以今天我们爱心大平台的一个专户启动了哈，能够让更多的这些非老非障的朋友获得最及时的救助的协助，那这个是非常感谢。那另外呢，我们还有感谢范老板和老板还有我们萧执行长八方云集，还有建安鸡肉饭，还有阿福凉面等等这些代用餐，这些餐厅他们提供的代用券，让我们弱势的朋友能够免于饥饿。我们的市民只要是你有需要这个食物需要吃饱，那你都可以到这个地方来。那我们非常感谢这几家老板，还有几家餐饮业能够支持我们的爱心大平台。那基隆市工业会的会员呢，是由基隆市登记在基隆市的制造业的厂商所组成。那这些会员厂商呢，除了呢要促进经济发展，还要照顾劳工，也必须要注意时事脉动跟关心市府的活动。那希望呢能善尽社会责任跟回馈社会。那今天受邀来参加活动，觉得非常的有意义。那我以自己的行动来号召，希望让更多人来知道基隆市好日子爱心大平台，让我们一起来做公益。八方云集集团是一个连锁餐饮的品牌，大家应该都知道，讲到锅贴水饺就会直接喊出八方云集。那我们的第二个品牌是卖便当的，刚刚提到除了锅贴水饺面点之外，吃饭的人就是便当，所以我们这个连锁餐饮门店在我们基隆市总共有大概将近20家的门店。我们从去年的10月开始，让我们有机会来服务我们基隆市有需要的朋友。当然也要谢谢市长，在基隆市也有这样的大平台的搭建，让未来有更多的善心人士，以及想要为这个社会尽一点企业责任的企业朋友们，可以一起到我们这个爱心大平台，让更多的温暖可以服务到我们需要的市民。我们现在的这个基隆里面，还是有很多独居的长者，还是有很多，也有一些无家者。不过我发现无家者好像是现在很多大城市都面临的问题。也有很多需要帮助的朋友们，所以这个爱心大平台，我们也很希望能够扮演更积极的角色，能够让更多的企业能够透过我们的爱心大平台捐赠更多的有益的物资给更多需要的朋友们。所以我想今天很谢谢今天我们执行长还有林理事长今天跟我们的店家老板们能够来共同响应。那也谢谢玉兴他也是非常努力在这一块上面，然后不眠不休，我们一起努力。我们非常欢迎民众或者是个人或者企业呢，都能够上我们的爱心大平台，然后一起来看到哪一些弱势救助的议题您是感兴趣的，那么你就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然后一起来跟我们做好事做爱心，把出钱出力出时间一起来打造一个有爱城市，一个更友善然后更幸福的城市。学习新北的经验，基隆市好日子爱心大平台正式启用。市长谢国良呼吁社会各界透过这个平台加入会员，响应捐款、捐物资或担任志工等方式来发挥爱心，让社会上需要帮助的人能够及时获得帮助。记者黄日升、陈淑平、赖瑞安、基隆报道。